就这样做假的运动。第二节，就训练什么呢？训练四头肌，大腿的肌肉，膝盖会松。那为什么下面我看到椅子上有垫一个东西呢？垫一个东西是什么意思？膝盖要比你的臀，照理讲膝盖要比你的臀部高5分钟，但是因为这个椅子受限到了啊、哦，不是啊，这个是滚算。照理讲应该做那个办公室啊，大椅子。对，那我的轮椅要怎么处理？像啊，一下垫个东西就好了，膝盖自然就会高了。哦，对，这样垫，没有，像这样动。我很多的那个中风，那个脚不能动的哈，你现在才脚能动，你脚不能动，那一只脚不能动了，我就请他外劳这样子，每天做肌肉的训练。那他怎么样做呢？他自己一个人怎么处理呢？刚刚讲有外劳嘛。我说他、啊，他没有外劳。自己绑啊，你要自己踢啊。哦，他自己踢。绑起来。对。绑这个地方上，这样可以。对。哦，你自己会动。对，你的好脚去带坏脚，知道吗？哦，叫好脚，你一只脚不能动嘛，一只脚可以动，叫好脚带坏脚，绑起来就可以了。不绑起来，你看分别，你看了我们分别的话，它就没有办法。分别当然不可以嘛，另外一只脚就会动。对，没办法，你看这样也可以，但是这样子不好，这只脚越来越长。侧面，知道吗？在上面那只脚是越来越长。所以说一定要绑起来之后呢，好脚带坏脚，好来动，好脚带坏脚，这样就不会造成脚的长短差了。后弯还可以啊。那这样他要做多久？我要帮妈妈做多久？一个钟头做4000下，但是刚开始不用了，刚开始你就自己会累死。所以说，先300、500，慢慢开始，这样。哦，这样。一天都做。怎么了？看看。